你等这功夫啊，这黄花和那个王殿东就上来，拿着胶皮棒子呀，咔咔，当时啊就给我五哥直接就干倒了。你等这车上啊还有个小子党力，这党力啊当时二十来岁，他不擅长打架。这车门子一开要往下下的时候，你等这花脖子李强啊上去咣当就一脚，直接啊给党力就闷那儿了。上半身搁车里呢，下半身搁车外车门子那夹子呢。你就说这花脖子李强有多狠吧。这李强啊瞅嘛瞅嘛，说这个赵三，你啥意思啊？你这是让人给我送米来了，还是跟我俩干仗来了？三哥说，李强你别着急，不行啊，我再打个电话，我再摇摇人让他给你送来。这李强说，赵三你别给我俩扯没用的啊。李强说，小飞啊，那车来了你上去给我搜搜看有没有米，要没有米啊再让他打电话。这小飞上这4500是噼啦啪啦一顿翻，搁这后备箱啊就看着了，说强哥强哥有啊，不少呢。这李强说，多些呀，你都拿过来呀。这小飞呀、啊、就把这米儿就提了过来了。该说不说，这100W 啊属实是沉呐。这花脖子李强一看这米儿，当时就乐了。三哥，哎行，你真行，我呀一会儿开车给你送回去。这赵三当时行话，李强啊、哦、你给我记着，你等着啊，你看我咋收拾你。说那个李强啊，你呀、啊、该忙忙你的，我呀、啊、一会儿给他们扒拉醒，我妈坐这一个车就回去了。这李强说，三哥那行啊，那我呀就不打扰你了。上去啊给这举人参和夏进城像死猪似的嘎巴就给扔下来了。开着这两台捷达带领啊其手下把恨子兄弟消失在这夜色之中。你等那三哥呀、啊、来到这举人参跟前，咣咣踢两脚，哎起来，这喝的呀、啊、跟死狗似的。你等这举人参呢慢慢的就醒过来了，这夏进城啊也苏醒了。你等着左红武啊拱着拱着就站起来了。那三哥李强呢？这赵三说呀，李强啊拿那100W走了。这左红武说，三哥赶紧上车得干他。赵三说，红武啊那个先上车啊，兄弟们呢谁有伤的回去咱们先看看，花脖子李强啊咱们回头再研究他。这几个人啊就都上了4500，这家挤的呀是噔噔紧，直接啊就回到了夜上海那头的公司。你等这头啊，刘飞刘奎燕小智哎齐刷的都搁这站着。一瞅这三哥呀、啊、和这个左红武夏进城主任身呐都受伤了。刘奎燕就说了，那三哥那咋的了，跟谁干仗了？三哥呀、啊、当时就说了，榆树的花脖子李强在圣地亚哥呀、啊、给我和夏进城主任身给我们呢带到朝阳沟去了。这一说呀，这刘奎燕他们就知道咋回事了。那小疯狗王志就说了，姐夫人呢咱们得干他呀。赵三说，李强啊现在回榆树了，说我给他打个电话。这电话啊啪就给周过去。李强这一接电话说，赵三你啥意思？赵三说，李强我给你拿100W我心里不得劲了，我呀想找你见面谈谈。这李强说，我们回榆树了，这长春到榆树啊就2个多小时，说我们呢都走一多半了，马上到榆树了，你要想谈呢你就来榆树。赵三说，那行，那明天呢我们上榆树找你去。李强说，那行，你到了啊你给我打电话，你啥时候想来随时随地，你看我等不等你。赵三说，那行，那就这么地吧。这电话就挂了。你等着电话一挂，这左红武啊当时就说了，那三哥咱们明天去啊，那他要不接电话给咱们撂那儿，那咋整啊？这三哥说，李强啊不是那人，他呀要是敢关机，咱们在榆树啊就给我抠他。这左红武啊就开始摇人，摇能有多少啊，30多号小老弟都是啊当地的坐地炮子，都拿着呀、啊、金丝大环，火器啊准备了10多把。三哥手下把恨的兄弟一人拿一把，有拿5连子的，还有拿7连子的，这都准备好了。这一晃啊就到了第二天，6台天津大发，1台啊虎头奔，1台4500，就搁这长春奔着榆树进发。到榆树啊9点多钟，在榆树7点多走的，走一半的时候，这赵三啊就给这花脖子李强打了个电话。这李强一接说，赵三你来就得了，我搁榆树啊等你。你等花脖子李强这头啊召集了得有啊5、60号小老弟，火器啊
在榆树也没少整，那属实啊不好拿捏。花脖子李强啊，当时就在自己的局，哎，等着赵三儿。这赵三儿一进榆树的时候，又给这花脖子李强打个电话。这李强就说了：“我搁局啊等你呢，你就过来就得了。”这三哥呀，带领其手下，时间不长就来到了花脖李强的局。这往这一停的时候，你等花脖李强那头啊，那小老弟列队两旁啊，都搁那站着。这三哥呀，当时就下车了，说：“李强，你啊要把我那100个 W 你给我拿回来，咱们呢今天就了事儿。我兄弟挨打呀我也认了，你要不拿来，今天呢我就在榆树给你灭了。”这花脖子李强一听啊，说：“赵三儿，我呀属于皮星，卖狗皮带懒子，白搭，你呀别跟我扯那没用的。你要觉得你行，咱们就磕一下子，你要觉得你不行啊，你赶紧撤。”这三哥一瞅说：“来来来，兄弟们都给我下来。”这夸夸的呀，刘飞、刘奎燕、左红武、小疯狗王志、吴立新、韦来远，韦来远那是长春十大悍将排名第10，这都拿着短把咔咔是直上膛，就等三哥这一句话。你等的花脖子李强一瞅啊，说：“来。”这一说来，老高子、张短子、石大眼、黄花、刘明、二志、崔老小子、王殿东，那家伙10多个呀，往前边一站。三哥搁后边就说了，说：“小志啊，红武啊，对面啊好像比咱们人多，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能用火器，要是真要开干呢，给我往死磕。”红武说：“那行，那我知道了啊，我看看他们要是动火器，咱们呢就先伸手。”这双方啊就都搁这等着呢。三哥呀当时就说了，说：“李强啊，我呀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看这米啊你能不能拿，你要能给我拿呀，今天这事儿就了事儿。你要不给我拿，今天呢我就把你这小局给你夷为平地。”李强一听说：“赵三儿，你别跟我俩扯那没用的，你要害怕呀你就吱声。”这三哥一瞅这小他妈不吃生米，属实是难整，直接啊一瞅这个小远，说：“小远啊。”这小远当时啊就喊了，说：“李强啊，你这么的不行啊，咱俩就单抠一下子，别动火器，要整大了啊都麻烦。”李强这一瞅说：“咋的？”说：“动火器啊我也不服你，你单抠也行，你群殴啊我也陪你。”这韦来远一出来的时候，李强啊认识他，韦来远长春十大悍将排名第10，家呀是小河龙的。说：“这谁上啊？”这一说谁上，陈立武啊就出来了，把这短把子往这一杵，这打来打去啊，那陈立武啊长得本身就小，让那韦来远就几电炮就给闷那儿去了。